第一个串列，所以你要了解什么叫串列哦。OK 哦，串列 append 就可以了。OK， 所以以后建一个空的，然后 append 进去就可以了。OK， 类似这样的。那再来的话呢，第二个重点就是档案。OK， 因为呢，将来也许哦，现在都电脑化，所以未来人家会给你一个档案，然后呢，这个档案的话呢，你把它读进来，读到哪里呢？你要读到一个串列。为什么？因为读的档案里面可能很多程机啊，那不可能说你直接把那个程机就塞到一个什么字串里面。可是字串问题，你字串要还是要切开来看嘛，一个一个来。所以呢，接下来哈、哦，我们要档案的话，那请各位哈、哦，这个地方我在第讲义的第121页 ，OK， 121页哈、哦。然后呢，有三个步骤。第一个的话呢，哈，我们要去建一个空的那个程机，那比如说有人已经给你一个程机，所以请各位待会啊、哦，在这边 new 一个 SRC 上按右键 new 一个什么 ？new 一个 file 就是外部人家给你一个档案 ，OK 哈、哦，所以第一步哦，那我们模拟一个程机好了，比如说呢，我今天 new 一个 file 啊，档案的名称呢哈、哦、，file 名称叫什么？叫国语程机好了 ，CH 好了，点 TST 好了 ，OK， 我们用一个 TST。我文字档 ，OK， 按个 finish， 那你会发现呢，在我们的 SRC 下方就会多一个这个程序的一个档案哦，这个，那请你在这里面哦，就先输入啊，假设模拟，那中间要逗点好了，你就有点像我们已经电脑先把程序改好了哦，因为现在有很多用2B 铅笔啊，自己就是画那个画完之后，它会教务处可能会给你一个。档案也许是 TST、CSV 之类的 ，OK 啊，你档案已经过来了 ，OK 啊，我们是模拟 ，OK， 好，那这个档的话，你就把它随便输入，我这12345678个好了 ，OK， 假设那没关系，自己输入一些程机，按个储存。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根目底下就有个 CH 点 TST， 那我需要做什么？我希望哈、哦，刚刚这些动作呢，就可以不用做了。而是我直接把这边八个程机直接就放到我的 scope 里面的话，要怎么做 ？OK 哈、哦，这边的话呢就牵涉到一个开启档案，并且把档案开启的结果放到这个 scope 的动作。所以第一个、哦，也许我们干脆再把刚刚这个复制一下，也许拿这个来改，复制 copy 一下这个模组有没有哈、哦？贴上。那名称如果跟我取不一样没有关系啦，反正我打开它。然后我们这个 scope 这些先把它删掉，待会再重来。那 scope 的话呢，目前里面没有、哦、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开起来、哦、所以我重来过。那基本上你可以参考、哦、这个步骤大概就是这样，一、二、三、四就切过来了。OK 哈、哦，所以呢，第一个哈、哦，我们要怎么做呢？怎么开档？其实，在 Python 里面开档非常简单。第一个我还是建一个空的串列啊，里面呢我希望做什么，把刚刚这个 ch.tst 帮我读到这个 scope 里面去，哎，要怎么读进来啊、哦？第一个来个 f 的话指的是档案物件、哦、名称的话当然是自己取的、哦、后面加一个很直接 open 刮胡，你跟他讲几件事情，第一个你的档案名称叫什么 ch.tst，OK， 其实就是个名称啦、哦、如果你不一定取这个名称，你换一下。逗点，第二个他讲说啊，我要读取，所以打一个 R 就可以了。R 的话呢，其实就 read 模式。那如果将要写的话，你就 W 就对了。OK 哈、哦、，R 就是读 ，W 就是写。OK 哈、哦，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已经帮你把东西开起来，放在 F 的物件里面。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再利用什么呢？哎，后面的话特别重要，就是一、二，把它怎么样读进来 ？OK， 特别重要啊，怎么读进来？我这边加一个变数叫 S 等于什么呢 ？S 等于 F， 这个物件里面有个方法叫做读一行，好，读一行的话呢，英文叫什么 ？Read line， 小刮胡一下，哎，特别重要 ，Read line 就是一读一行的意思哦，因为刚好这边也只有一行。有没有啊？把这一行呢，帮我读到哪里？读到这个 S 里面。所以呢，这个读过来的话，它会是一个串列，就是一个文字的哈、哦。不看一个文字一串文字，就是把这些东西帮我读到哪里？读到 S 里面。
但是呢，问题是我它现在的话中间是用逗点隔开来，那有点像把这个东西哈、哦，你把它放到假设了哈，你把它开起来，如果放在 Excel 里面的话，比如说 Excel 里面有这些东西的话，那我们如果要把它分开来的话，应该会用什么方法呢？你们应该还记得有一个叫什么资料剖析吧，有没有？类似这样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嘛。啊，资料剖析的话呢，你可以跟他讲说，用逗号帮我隔开来，有没有？隔开来之后，帮我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帮我放到这边来，他会帮我怎么样？把这些有没有分成本来是一个储存格的东西，变成八个储存格的东西，分开来。那在 Python 里面哈、哦，一样的用法哈、哦，你必须要写程式。那怎么写呢？特别注意哦，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把 scope 放到前面来。scope 有点像是那个范围，好、哦，然后呢，等于什么呢？等于里面你就打一个 s 是那些文字哦，读进来的话放到文字里面。它里面有一个切割的方法，点什么呢 ？split。哦，这个 split 的话呢，它意思是说帮我切割，有点像资料剖析里面。那剖析之后，括号五跟他讲说啊，我剖析按照逗点帮我隔开来，哦 ，split， 然后他就会怎么帮你把它切割开来，放到哪里呢？放到这边啊。这个当然我们如果 Python 里面是放到这个变数里面啊、哦、，split。那最后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确定一下，这样有没有成功？帮我 print 一下啊、哦，这个 scope 里面的东西。确定一下好了，我看一下，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按照那个讲义的121页，好，这边几乎一模一样，好 ，print 它，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哦，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print 的结果哦，它就会帮我把这个读进来之后再切割，并且把它列印出来看一下 ，OK， 好，我们来执行，那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它就帮我怎么样，把这个档案里面八个程式有没有？一个一个的切开放到这个串列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哦，这个串列里面就会有这些程式了。但是请注意一下哦，因为哦它是 read line 哦，它读进来的话会是文字哦，所以你会发现前后都有单引号，所以如果你要累加的话哦，可能还要注意一点哦，因为它是文字哦，所以你累加一定要把它转型转成 INT 之后再累加才会成功哦。 OK 哦，所以第一步呢，请各位练习看看了，在 Python 里面、哦、怎么样读取档案，就 read line、哦、然后怎么样切割档案，就是 split， 最后把它 print 出来 ，OK、哦啊、所以刚刚第一步先建一个这个、啊，这个程式自己输入了、哦、反正你爱几个就几个，按右键 ，new 一个 file， 啊，输入啊，好、哦、OK， 也许你可以国文一个嘛，英文一个，数学一个，反正没有关系啊、哦，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哦，如何在那个 Python 里面、哦开启外部的档案 ？OK， 如果你外部有档案的话，这是最简单的方法。